真正做到老实，实在讲不是容易事情。啊，古人常说，为上智与下愚不易。啊，这两种人容易做到老实。啊，上智，智慧高，啊，一切通达明了。啊，所以他能够放下万缘，一心念佛，他心里头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啊，这人成就。第二种叫下愚，虽然他没有文化，没有念过书，不识字，啊，人老实，教他念佛，他就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啊，他也没有杂念。也没有怀疑，啊，教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，这种人也容易成就。啊，最麻烦的人就是这当中的上不上下不下了，啊，妄想杂念很多，今天了不少，半信半疑。啊，佛念了几年，怎么还没消息？我念的到底有没有效？问题就太多了。啊，所以凡是提出问题来的，我过去也讲过不少次，都是不老实啊。老实人哪里会有问题呢？可是有问题一定要问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以为菩萨第一个障碍啊，障碍我们的信心，啊，所以必须要断疑生信，啊，这一点很重要，啊，所以疑不能不问，啊，一定问清楚，搞明白，我们回过头来才能够老实念佛啊。